哎，你们有要去打架吗？还是还没？正在死，啊？正在门口打架，家门口，家门口，哇哇哇，爆了，好多东西哦！快捡宝哦！天女散花喽！啊，又需要我，又需要我了。很累，很累啊！捡宝专业，他们拿回去一大部分了。是你们逼我们的哦。我没钱哦，我还有钱哦。换团的，二零也钱很多啊。乐色鱼要上天了啊！钱不送你们，钱不送你们。哇！扣分了！二零你不用送啊，你去厄运水晶，你自己体验一下。自己玩，真的，那个几率真的是那个波牛。你闭嘴！不用，分数够了，分数够了，分数够了。就想炸玻璃屋，你们让他炸吗？玻璃屋好，可以，一直没炸成功。哎，对啊。好啦，1500块投完了。好快啊！1000块就这样而已。对，就这样而已。我刚刚也是投资超多钱。超快。哎，那个箱子的箱子是杰克要用的东西吗？啊，箱子的那个国王币啊，绿宝石。没有没有，你蹲哪吧，那边不是我的。你先上来了，好，上来了。脚我来投给你，好。怎么都多钱呢？所以绝望就是这样喽。稳，冲他回。我们这是富豪战法。对啊。直接用炸的。对。有问题都用炸的。你为什么一直？我没事。就是被波及到。城墙越来越高了。啊，没了。啊，有裤子。哇，哎，他们的钱好精彩，你们要 tap 一下。我来，最后一个。哇，够了吧？他们的全部啊！他们好棒哦！难怪他们全部过来了。哎，巧克力，你看 tab 一下，太富了吧！好爽，太富啦 ！M 型社会啊，另外一种大富豪啊，大富豪。你有炸头，那我炸脚。好，给你炸了。我剩两颗炸弹呢。你是不是偷炸我？你是偷炸我？怎么有人下棋啊？你赶快上，你赶快上来！我觉得怪怪的。可以现行的，可以现行的，时间快到了。好了好了，我没有炸弹了，我没炸弹，我要回去了。好好好，我还有这个老鹰交给我来。有人在上面射吗？哦，我在上面。啊！我被打下来了。输压炸老鹰。有人要到我们家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身价是不是越来越高了啊？哎，不要再射我了。对对对对，没有错。哎呦，还是被阻碍。要不是我不是当国王的话，可以更高哎。怎么那么气呀？我只把你们钱清光而已，干嘛这样？还不气？大老鹰，哎，主差那个。哎，家里有人，那个是啊。哦，又是你，又是那个，这个哦，那个的孩子。说你不要过来的吗？你又那个的孩子，对，没有，没有，手榴弹，他没有，我还有一组的，哎，我死了，完全不是国王了，这不是国王，完了，你盖了玻璃屋啊，我得卵石呢，李宁，然后你也开始用那招喽。你有炸弹是不是？没有被清掉。哎，你刚刚捡到什么？走到一半被清掉了。你刚刚捡到弓吗？去他们家买弓吗？我看一下啊，不错哦，有枪支无限。对，我的，哎呀，没有卵石。来来来，他为什么有卵石？哎，光爆，他们光爆了，爆掉了。天哪！给我一根箭鼠，我捡到了，我捡到他们的。一根哪？哪里呢？那个是国王哦，国王为什么要突然跑？我们两组啊，慢慢来，没关系。那活尸是不是打我啊？叛军活尸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拿着国王宝石回来了，耶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哎，那我走了，来哦，要丢了哦，丢了，丢了，该退了，丢了，三，问题，二，一，丢了，我后面很多人，我后面很多人，那领着几秒啊？被打死，哇哇！一扣一百五，这家的继续打，不要打，打呸，打呸，啊！直接先逃回家好了，差一点点，我们再一只老鹰应该就可以赢了吧？不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，不要，有一个人需要玻璃屋，对，玻璃屋，你要体谅他一下，他小，体谅他一下，我坚持，我坚持，那那个的死了。耶，他还会再重生的，真的。玲玲，我陪你去好不好？那我知道炸他们船了。
炸他们船吧。哎呦，你又没事，二零零，我护送你，护送你。家里有一个哈瓜。对啊，他无敌，有听到声音，他无敌。有个跑去楼上了，哦，有射到了。哇，应该哎，无敌没了。哇，还顺走。那个鱼下面吧，鱼下面看到。啊，我下面。哪里？哪里？看到了。二零零，我们水下玻璃屋见。哈哈，我这边很危险哎。我很安全。过去了，过去了，下去了。老鹰呢？老鹰注意，老鹰注意哦。老鹰注意哦。下去了。好。哎，他们会来吗？他们不要来，让我们研究。他们会来，他们会。所以你一直被干扰。嘣！为什么我炸弹是会炸在那一格啊？我明明是丢在其他格啊。还是是高度下去的那个？哇，消了没关系，代表这现在可以。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箱子它会喷水。喷水？喷水。箱子会喷水，箱子会喷水，你觉得这样合理吗？你因为是隔离吗？我觉得怪怪的啊，二零。说哈气头会喷水，真不行。这是那是口水吧？你在口水啦？但不是用喷，是流的吧？我没有乱撕的。啊，我有啊，可是这两总会有空气了吧？他们加快点哦！哎，我哎，有个后面哦，你又是那个的哦啊，那个掉在那边为什么亮亮啊？哦，那你连不懂啊，你这个好不懂，看不到你的呀，就是这样子会喷水啊。我来，你可是连一般的，你来这边，你走这边上来，我射到了，射到了，应该要有。没有，一般我是可以，可是箱子还会叠上来，叠上来，你丢不到哈。消了，我知道那箱子会流水，是一点以上的。所以他这样放就天下无敌了吗？不一定啊，看我们家被炸掉了。所以现在已经是有方法可解，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哎。完全不会，我还在黑暗时期。我是这个那个的，你不要再往前走了，你真的很卡，射不到。快往下掉了！哦，那个人又来哦。那个人在我们家。嗯、哦，他走进去了。哎，还是有水。箱子会有水啊！对啊，会喷水。玲玲，你干嘛？你走开！我好了，你走开，你游走，你走开，二玲玲，你走。哎，不是，他们的光宝石没有要放进去的意思啊？他们光宝石不在下面吗？掉下去了，在那个在中间那个人身上，不是就一直掉在那边，刚刚就没人捡哦。二零零箱子本身那一格有水流，嗯哼，那如果放在箱子上面呢？上面那一格可以吗？你就箱子还会流水出来。对，所以你可能只能从侧边看有没有办法炸，哎、可是箱子本身是有水流。哎呦，这样都炸得掉吗？还、哎、是你可以做的东西？我家你没礼貌，想回去，海绵呢、啊？有海绵可以买的话，想回去。回去你回去看看，他真的回去了我要看啊，在哪里？可恶，在那边，水下，他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二零零，我不相信那可以了。没关系，因为它本身会流水，那我从旁边炸，一样它也是会炸。上面炸不行吗？正上方。正上我没事，我是正旁边而已，侧边。正面的国宝石在那个箱子里。想说上跟侧应该差不多。保险箱里面是说有铁针哦，在这里。干嘛啦？好哦。玩。等于好，前边。哎，前面有人在炸他们家，边掉。好，我在炸他们家。那我不去他们家，我怕。被炸掉了，没被炸掉啊，在我们这边。嗯，
没有没有掉，没有掉。蓝队光宝石在箱子，在我家的箱子里面、啊、我放进去了、啊，我刚刚拿的。两次吧，几个吧。二零不是说要那个吗？测试给二零啊，对啊，二零测试。二零还有点时间研究啊，哇！放弃了，他放弃了，我放弃了，你是作者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复活他们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是作者。对啊，欸、没结束。复活了。哎、欸，我是五千分哦。二零，我要被打死。没结束哎、欸。那我们看最后可以炸二零零几次吗？好，来哦来哦，原来是炸二零零的部分呢、啊。原来如此，还不炸我害你。还有一百多秒，离不开这里。二零的时间啊！完，一下，你还有一百秒可以逃脱二零。好，你要轰炸时间。哎、欸，不急不急，你玩受伤了，怎么笑成这样啊？对啊，哎呦，哎、欸，我们家有，我们家出了个间谍，阿基是间谍，阿基是间谍，哎，炸阿基，炸阿基，国王叛变了，国王叛变了，国王叛变，炸国王叛变，国王发疯了啊！你不要炸我的墙！可以不要炸墙，好，不炸墙，不炸墙，不炸墙，来不及了，伤害已造成。那炸船呢？真的是干嘛给？哇哇哇！好多水鬼，这样看好恐怖哦！粉丝后面，粉丝后面，我们小心。后面，哎、他们最神的装的人都来了。对啊，他们，哎呀，二零零呢？二零零呢？江苏人，二零零呢？二零零，追他，砍他，砍他！有人在追二零零，反正你的国王有捡到。我不要出门。我的国王。没有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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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现在拿弓也没意义了。现在已经没差了，现在已经没差了。对。好，我要站着不动了。好，就对了。站着不动，站着不动了。为了避免被叛变的国王打，我要到处游。哎，不能 TP 了，你不能 TP 了。TP 哎，可恶，不能 TP 了。抓上来打。是啦，好会躲哇！二零零一滴血，你也好会躲。可恶！好气。好了，结束了。国王确定？确定？确定？哇！有人生气，输了生气气了。为了避免他难过啊，你不想玩没关系，以后就不要玩，以后都不要玩。永杯呢？永杯呢？其实玩了那么多次，有赢的大家都已经知道规模是怎样了，对吧、啊？你自己来就有保证。嗯，你不喜欢玩就不要玩，没关系。拜拜，那都不送。对啊，让他下次来又难过。对啊，以后。难过一次就好，对，伤害一次就好了，以后就不会有伤害了。嗯，受过一次伤，知道就好了。嗯，谁？哪个国王还没 OK？ 间谍，我是国王哦，对，间谍国王，你在干什么？炸他！炸他！要了要了要了，结束！现在还可不可以炸？开指令炸！不行，开指令炸！好想炸！不是来了，因为他们都在那个啊，一直打。嗯，他们只有打架而已。他们打架是真的很凶啦。他们打架很凶，从一开始就超凶。我的从来不要小看矿工们的怒气。矿工们对啊，打从你们一直在打矿工，我就打算第三天给你们好看的，你知道吗？矿工都已经生气，矿工可以赚钱，不要想逃。其实我挖个十分钟之后都不缺钱了。哎，我盖这么大片哦。你没有一直在附魔或是干嘛就不缺、啊？对啊，然后奴隶本身会钱滚钱、嗯、就好了，一直钱会一直来啊。有人说杀了二十几个人只有四杀，
欸、我也是、欸、我杀人次数也只有四、欸、对我杀人次数只有四哎、欸啊，二零，大家都是四吗？大家都只有四，是军夫吗？还是军品吗？军品，我觉得军是不是有点意思呢？大家都是四，今天刚好公布台北市长四号，啊，这个嘛。这个嘛，原来是二零啊！哎呀，对，还要 debug 一下，对啊，要抵一下 bug， 还 debug， 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哎，要抵一下，抵一下。好的，休息了，休息了吧，到十一点。好，把这给抢回了。哎，哇，哎，你这个第一次有这面墙哎。哦，我就是因为之前当国王血小板也国王嘛，然后自己也是国王嘛，不想不能盖这个啊，不然他们你看附魔式这样子就很安全啊，本来想这样盖的。嗯，哦，哎，关台啦，休息啦。反正你看从这里看过去超好笑。哇塞，哎、欸，这没有没有对手。对，绝对防御。嗯，那就是关台。好，关台。又是国王命啊！我在想，如果这场真的不是国王的话，我应该可以盖很高。而且我真的原本是想把下面，知道吗？下面这边也盖起来，就是他们如果闯进来的话，他们走不了，有没有？屌吼！反正是这样想啦。可是当到国王，对啊。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啦！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吗？